这是枫叶最新推出的蜂鸟系统短枪机，那它可以装在这种 AR 系统上面，这是 BFC 的，这是 BFC 的规格。那你们还有什么通用的规格吗？我们还有 GHK 的规格，还有 GHK 的规格。那使用之后呢，你就不用后面的一个长长的一个拖杆，你就可以换成比较巧的这种折叠枪托。好，这是 GHK 的系统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现在是单发，相当的轻快。那来换连发，那它的循环射速呢有明显的增加。那以上呢就是枫叶的一个蜂鸟系统短枪机。